然好想见到你线上演唱会满一周年，超宠粉的五月天特别在5月31号释出新的现场版 MV。 爱过的我都感觉不管天下海角，不管安怎笑安怎哭安怎迷茫，永远的永远我是那个人，只要你一句话我就搁顿空，是不是你的电话阮爱的人。疫情爆发至今，许多活动被迫停摆，一年前五月天的一场无预警线上演唱会振奋歌迷的心，一年后也跟大家约定好要一起互相陪伴，不仅仅在五月的最后一天，未来五月天也会陪伴大家每一天。人说这是一个希望的时代，人说这是一个期待的所在，人说那只是那只有忍耐，只有分开，只有无奈，只有目屎不能再吞落巴肚内。不是最想要放弃，想要完蛋，想要流目屎，但这天我还过去，苦尽甘来，人生途比这难待，为着伊的将来，爱自己勇敢再勇敢。Thank you.